今天有网友晒照在上海机场偶遇杨洋，现场杨洋戴着墨镜酷酷的过安检，现场的杨洋表现得特别有礼貌，过了安检之后等待其他人。今天杨洋穿着比较低调而又帅气，近照来看杨洋这皮肤还是非常好的。杨洋一直在往前走，极少与身边的粉丝迷妹们交流说话，不过杨洋在走着的时候把墨镜摘下来一会儿，可能是让粉丝们看的。杨洋真贴心呀，很多迷妹跟随录像和拍照，杨洋是有多帅呀。不过下面这张杨洋扭头给这个女孩儿说话，还笑了笑，我想这个女孩儿是最开心的吧。